现在新买了一台那个博优的3000瓦的逆变器，用了48伏的输入电压，一共是6个电池，再加上后面一对，一共是8个电池。现在这个已经用上逆变电源了，然后那个一切工作正常，然后那个像这个吹风机这个功率多少？2200瓦这么大，都能吹，吹风机都能吹，要烧吃了什么东西？有没有什么不是的？我是说，这个电饭煲你刚才开了一个是吧？对，电饭煲也在烧。现在这个逆变器在工作，你感觉跟试电有什么区别吗？几乎没什么区别。原来我们是用了2000瓦的那个发电机。发起来嘛，噪音大，污染也大哦。现在基本上用电池的话很安静。